一晚五千多的房型，还有有三层楼样子，哇，好chill啊！分量其实不大，就等一下还可以试。对。对啊，不玩。有哎呦，烫吗？烫吗？好烫哦！烫很烫。那这个就烫，烫都不烫。烫都不烫。这个烫脸好烫。真的。真的。对对对。好烫哦！放下，直接请下去。我来试试看，哪有哪有烫？哎呦，有一点，有一点。No no。Okay. Oh, we too. 是什么意思？ A few moments later， 飞利浦先多丢了一个五块小费，害我们大家都要丢五块小费。就他。阔哥，一百，十万真的，对，二十万，啊，十万太少，啊，对啊，给二十万，那他二十万，你说你这多都给了，对啊，但他只跟我要十万呢，是啊，对啊，他就说，你那个比较，对，哎，可是你不是说你的是菲利普帮你付的，没有啊，他先付五块啊，然后我说我没有美金嘛，他就说一百一百，乱搞别人的插包。不要再提醒，不要讲，可以告诉我你的秘密是什么吗？第二天，第二天呢？注意一点点吧。我觉得现在可以了吧？我想一下哦，可以提示他一下，吊他一下胃口。跟形象有关了，跟昨天按摩项目有关系，有关系，项目有关系。好，就提示到这里啊，我觉得再讲下去有点太细了。大脚总天下之叔叔，哎呦，没什么脚，是不是？够肥。我也是，二楼还在那个整修中，还在盖。二楼还在盖。二楼吗 ？Cheers。Thank you. 今天才我 Chrissy. Yes. It's awesome. You okay? 出船，应该拍那边。We are here together. On behalf of my company,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here. 哦，这边也是室内的啦。对啊，要到再上面才是那个室外。哦 ，sky， 好漂亮啊！哎，那个内裤上好像快裤子。哎，走了，不是走了，哎，内裤就上去了。好冰哦！哦，这好嗨哦！太嗨了吧！哇，好漂亮哦！外面好美哦。
原地旋转的概念。不用在那边赢了，赢了什么？上次我上次去滑开亚克就是今年，然后滑了四个小时，好累哦。而且跑步也滑很久，你看他把推推跑推跑，像啊像。我觉得 Kevin 如果滑着他一定会尖叫。你觉得不会有滑过那种一个板子的啊？我也有滑过，我们一起去的啊。不是，没有。滑你啊，有啦。对啊，我去跑啊。多点。多点。成功。我跟你讲。